呀，蛋糕那扎小啊，叫你打哦。哇，你这太粗了。水火喝很粗吗？并没有。哎，这不是阿俊的牌吗？耶，乔威尔，还没，差不多了，快了。啊，你打出来放在自己的台，他再打出来再放回去。对啊，台主的生态就是这样，你不知道啊？就看比谁花的钱少啊。对啊，这就是台主的生态啊。我今天不爽你，我就清你的台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台主在这里。要台主在的动态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完了啊，没事。过来啊，老板这里。哦，你们要捞晒几次？啊，去几次啊啦？阿西啊，到位。你去旁边啊，你那多紧张。你刚刚已经弄我一颗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还是弄回去了。好恶心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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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讲几次？哎，没路转，你看他转不起转，就是要让他旋转啊，看有没有机会外飙啊。哎，头家这边浮啦，哎啦，这也浮啦，这就较袂忘的啊。过来，进来站起来。No。不过可能直向直下分洞口啊，不要乱甩。哎，是不是有机会？有机会。来，洞口的朋友，往洞口喷。Oh no！ 哇呼哇呼！注意啦！哇呼！哎呦！谢谢。使用无敌逃爪，扣进去。反了，好来了，来前门了，前门的，前门的，靠近一点，呀，靠近一点点，你太旁边的了，那我就拉过来一点。起立，站成去，等一下你懒叫，你站成去，全部过来，你坐位啊。过来一点，抓一点，差一点，全过来了，超不爽的走过来，过来了，青苔在补的，靠拢我一点，青苔在被补，不让安内吧，对，我还蛮多多绿要给你，是啊，还有，来了，哦。不行啊，等下又说我们霸凌阿俊，阿俊明明就不是一个容易被霸凌的人，是他不是，他真的不是，他只是在镜头前比较像被霸凌的样子而已。平常都是他在霸凌我们，他上次被我爬洞亲了几盒，六七盒，七盒，做台主本来就有输有赢，我现在要回血一下，好回血，就先养性一阵子，好。好像转了，阿俊，阿俊变存钱筒了。阿俊不要赚那么多啊，输别人然后赚我。你要问刚刚赢的那个啊，那个在你隔壁耶。我叫小赢啊，他打我的200多，然后放在他自己台子，我花了500块把他打回来。400，460，连60块要计较。计。哦，韩老板要多久？韩老板打不出货来了，被骗了啦。韩老板打不出来。对啊。阿俊帮你打。哎，有灯啊！阿俊不小心走进来就有灯了。我很生气了。这边两个，510块钱没有拉到前门来。他这边都觉得这部片超废。废。就三兄弟的日常。没有，他们可能想看触摸画面的话，我就不难了。拉过来，拉过来就有机会了。过来。没有了，大钢柜你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好险好险好险！阿俊你热爪了啦！
45度角一门。球给我看。哎，没看到。哥哥，常伟，中了，不挡了。终于拉到枪位来了，比较重视吧，三爪。没错。就十块了。不行，枪位怎么样也要把它干出来。又要凹啊？他不凹了。谁说我没出过？早就出了，30块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你一早就出了。对啊，后面被电光了。所以我们在，不要以为你都天天在这里哦，小小，秀好，阿俊今天赚翻了。阿俊老板，等一下请吃饭。什么东西的？差不多了没？我们要去吃饭了。那、啊、你赢，你赢最多，你要请我们吃饭。我没有赢啊，我没有赢，不要乱说话。打我两个赢那么多？没事，我刚刚也被你出了，你忘了吗？娃娃机界所谓的赢，就是说他批货成本假设是1000块，然后他在500块以内打出来，他就是赢500的概念。更简单一点，就是说，就是他放在他的台子里面，那我可能花了200块打出来，那我再放在我的台子，他花了500块打出来，对，他认为快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概念。对，这是互相嘛，互相补货。被骗，妈的！这抓的，好，你的钱是我投的，出来我的。好，那我来，三只而已。好。你刚好你死。一门给你死，没抓到，还有两次机会哈。死啊你死啊！我你再挖你啊！你死啊你！哎，起来，出！有还是我？重点是他跟我借钱，然后我说打出来是我的。我还你，我还你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等一下，我有钱，我还你。你不换的，还1000块谁给你换的？不能这样。干净的有捞，你说好的、哦，还你30块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们两个真的很幼稚。是他们的，我输了，投我的钱就会出，没有，这是我的。借钱的才会动，然后借钱才会出，是吧？谢谢老板。你没输啦，你还是赢了。等下我请你喝30块钱的饮料。他妈，那你多多利都是给我。好，我请你50块啊，就请你100块的饭。多少个饭？100。100哦，可以。可以哈、哦。可以，那边好好。他们吃的可以。那就摆回去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这叫复仇者联盟，就是拿最后拿到台主的钱，然后拿出来，才想要把他带走。哦，不是被骗的，不是被骗的，终于出货了。谢老板，我打开了信心了。谢老板。然后问他有没有要打枪位，他说不然我投他打掉了。烦到他没干啊，不然1000块又要花又要喷，是不是？多么精彩的画面，是不是？借钱的画面。等一下，阿俊，你确定要补那么多？你还有一次哦。阿俊，你确定要补那么多？我不知道投了，要走了。好，我完。哦，晚上有空了，那行了，那好有空。干嘛用我的钱打牌，还要跟我要东西？对，脏东西啊、喔！来，饮料多喝点。我刚本来就要换钱的，是你自己无缘故要拿30块给我。我有问你，你说用我的？没有，开玩笑的啊。来，回放。讲话跟政客一样，都跟屁出来一样啊！这罐是多少钱？40块。40块而已啊。不管了，等下你要请吃饭，不能这样子啊！你刚刚拿他20块，然后现在他要给你40块，可以啦。